主席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问的问题是很难答，所以纷纷这么多这些建制派议员呢就提规程问题，帮手拉布买时间。但我问的问题是很简单，就是为了香港人的福祉，如果你认为你个人是仍然没有问题的话，我怀疑你究竟是不是在香港住。我再问多你一次，你能否承诺2017不会继续角逐行政长官一职？主席，郭榮鏗议员的问题的前设，一，不符合基本法；第二呢，他的前设呢也都不符合香港过去18年的政治现实，因此他的问题呢是不存在的。林健锋议员、梁国雄议员立即离开会议厅。